这次能够以《再见再见》专辑入围最佳制作人，我想很大一部分要归功于我找来一位很棒的音乐伙伴于嘉伦来跟我一起合作。那他是一位非常有才华的音乐人，那也非常的有制作的经验，所以他真的补足了很多我在专业知识上的不足，同时他也非常细心非常有耐心的陪伴我一起在3年当中完成了这张专辑。那么同时要另外特别提到的是我的配唱制作人魏世芬老师，感谢他花了很多的时间陪我一起练唱，同时在最后的录音他也进到录音室陪我一首一首的让每一首歌的声音表情变得更加的鲜活。那也谢谢平生老师给我们的肯定。